对啊，我们好像第一次在上海合作了。对，那既然在这么洋气的一个城市，我们是不是来一首洋气的歌？那是一个洋人唱的歌吗？当然是洋人唱的歌。那你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1, 2, 3, go。今天讲花花说感言之前，我先问尚老板一句话回答：那
见，花花和当初的花花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又更帅了，更有魅力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老朋友真的是，花花有什么要和喜欢你的 fans 们说的和分享？这个奖，首先我要先感谢东方风云榜给我颁发这个奖，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公司 QQ 传媒听音乐，然后我还要谢谢这整张专辑的制作人郑楠，然后还要谢谢主唱华晨宇，然后我还要谢谢我还要说什么？我最后我想跟我的歌迷说的是，这半年我希望你们好好上学，好好上班，好好的谈恋爱，然后好好的带孩子。我会在网上面关注你们，会看你们每天在干嘛，然后我们彼此照顾好自己。谢谢。感觉歌迷的年龄跨度很长，从上学的到已经做妈的都有了，全都叫不到。谢谢这个，谢谢上门姐妹当初辞职的时候。